般童话里做英雄，哦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，哦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，哦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，哦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见识的，哦，老大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摩天轮、云霄飞车，好像比以前多了好多的游乐设施啊！哦，我是回旋木马，哎，大家注意，我找到绝境石了，我在大广场等你们，快来啊！这里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有结界石，我们快去找找。小呆呆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别问了，快跟我来。哎，哎哎哎！大家快来呀！这里哪有结界石？哎，嘻嘻。哎啊啊啊！开始游戏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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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哇！起来吧，我还要玩。小呆呆，别玩了，我们可是半块结界石都没有找到哦。那就再玩一遍找找嘛。可是小呆呆，那些游乐设施上没有结界石呀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哼，结界石，结界石，你们老说这个烦不烦呀？小呆呆，好不容易来到这么好玩的地方，我们应该留在这里永远玩下去。小呆呆，不要忘记我们来双子城的目的，拯救童话世界的重任。拯救童话世界，让别人去，我们是小孩子，本来就应该玩呢。小呆呆，我们是不会留下的，你也要跟我们一起走哦。哼，别再小呆呆，小呆呆的叫我，我讨厌这个名字。从现在起，叫我智商超过180的阿呆大人。这种力量，你不是小呆呆，他是黑暗体。把他们都抓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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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把真的小呆呆藏到哪里了？你以为我会告诉你，他就在我脚下的雪地里吗？啊！原来小呆呆在这儿呀！呵呵，可恶，我说漏了嘴。哼，算了，把他弄出来。大家来救我啦！太好了，我被黑暗小呆呆关在又黑又暗的地方，我最怕黑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小呆呆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你们这群没用的企鹅，可恶！就算你们联手，我也不会输。
我们才不会以多欺少的。嗯，我和你单挑。等等，黑暗小呆呆，你为什么非要我们留下来？我要你们当我的朋友，陪我一起玩。我懂了，要是你打败我，我就自愿留下。说话算话。嗯，小呆呆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嗯，我也是武林卫啊。加油小呆呆，加油小呆呆。哦，守卫之力，武林变身，黑暗之力变身。他知道我的弱点，那我该怎么打败他？我和你是同一个人，你的想法和弱点我都知道。他和我是同一个人，那我的弱点就是他的弱点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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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用的。你中计了。别哭了，我来告诉你交朋友的秘诀吧。想交朋友不难，只要你肯用心对待他们。用心？嗯，你就是我，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。嗯，没错。嗯嗯嗯，我就是你，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。谢谢你，在我消失以后，传送阵的结界会解除。对不起，之前骗了你们，我才是真正的结界石。传送阵的结界消失了，大家快跟上。嘿嘿，前往下一座岛。出发喽！出发！哦，这个传送阵的水晶只有这边的光芒消失了。你们看，那边的还有一座岛。冰火双岛？难道还要到火之岛再打败一个黑暗体？你当我瞎呀？这么多仙人掌跑来跑去，谁看不见呢？就算我瞎了，我的鼻子也灵得很，即使一只苍蝇飞过去，我也能闻出它是公的还是母的。偷偷摸摸的干什么？不干活的不许进。参观一下不行吗？不行。这座金字塔只有一个入口，不从这儿进，往哪儿进呢？既然有工作的人才能进去，那我们就去找工作。只有本喵才能吃这么高雅的菜啊！开除！我要开除你！喵！这位大师傅，你需不需要找人呢？不需要。哎呀呀呀，看你忙成这样，那些小狗还净帮你的大忙，我们很能干的，什么都会，你雇佣我们绝对不会吃亏。听紧了，大王不喜欢有人在塔里乱走。厨师大人，
我们新来的不太清楚大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别多问，有问题也是我来问，你们不准问。把盘子递给他们，我们就进去听课。听课？那边那群人是怎么回事？见到本大王居然还不跪下。你说我们是武灵卫？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哼，这倒省事儿，通通臣服在本大王脚下吧。没想到我的黑暗体居然是这种性格，真是太丢脸了。你说我丢脸？大胆！快跑！大家退后，这里交给我，你们谁也别想逃。黑暗杀戮！猪猪侠！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们吗？只要我能变身，一拳就能把它砸碎。黑暗沙漏拥有短时间克制你们变身的魔法力量，但时间绝对够把你们活埋。太过分了，不许伤害我的伙伴。打败我就能够停止他，有本事你就试试呀。守卫之力武灵变身。没用的，我能完全复制你的招式，什么攻击对我都没用。黑暗体说的对，他和我的招式相同。和你玩了，天岩顿破，天岩顿破！谁赢了？我赢了！不可能，你居然忍受了被火焰焚烧的痛苦，还能冲过来攻击我。我是武灵卫，这点痛算什么？比这更可怕的战斗我经历过无数次，你虽然和我拥有相同的力量，却没有和我一样绝不退缩的坚强意志。你现在要消灭我吗？我要救出我的同伴。猪猪侠！不畏邪恶，守卫光明，出征！没有同伴，我可能连武灵卫也当不了。只有和大家在一起，我才能拥有无限的勇气去度过所有难关。沙漏消失了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爱的正能量，让我学会自信和